吴美女女士，你再不乖乖听话，躺好，伤口裂开的话，我就不帮你缝了。下次不敢了。没事，到我先离开。啊，对，叫值班医生注意。干嘛？我不是来找你的。房东太太，我是高饼饼啦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我厝边讲你要找我。哦，你谁这个假狗嘴哦？真的吗？谢谢房东太太。啊，房东太太，我想问你，你在那个剥皮寮那边是不是有一栋房子啊？你是房屋中介？哦，不是，投资科？不是啦，是我想要租那间房子当做店面，想说听邻居说你都把那个房子空在那边很久没有人用了，如果我租下来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顾房子哦。我高兴把房子放着，我不租人家做生意。可是我们的主厨是 Bruce Lee 耶。李小龙哦，李小龙来我也不租了，你走啦，我要休息了啦，啊，走走啦。吴老师真的很喜欢你的店面，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下？而且你房子，没看我的病人需要休息吗？过来。哎呦，你干嘛放开啦？我在赶时间，但我仍然愿意告诉你，我知道你跟 Bruce 要创业。但是以你目前现在的状况，我建议你最好放弃。哎，你干嘛这样说话啊？虽然我投入的资金不多，可是你没有看到我很用心在找店面吗？是怎么样的黄金店面需要拼成这样子啊？是不是什么黄金店面啦？可是老师说那间店面很有家的感觉，他在里面做甜点的话会很有灵感啊。Bruce 的头脑想法很多，也一直在改变，你一直顺着他，小心他无限上纲。艺术家的想法你是不会懂的，你不用管那么多啦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租就对了。而且啊，我还去问了邻居，知道他最喜欢吃樱桃，说不定他吃了樱桃以后就会改变主意啊。要干嘛啦？刚路上有人一直在笑，是死还是干嘛不告诉我啊？是跨年，不是万圣节，你干嘛穿得跟纸扎人一样？因为我要去见网友，我想说 cosplay 比较有诚意。有网友抓阿飘？不是，他是一个很棒的礼仪师，跟你不一样啊。其实你还蛮适合这个装扮的，但是这边是医院，请你不要吓到老人家。谢谢夸奖。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事被耽搁了，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吗？没关系，我也有事先离开了，所以你要参加吧？还在考虑。好，那晚上线上聊咯。却早已无法回头，多渴望开口就成为比赛的事，到转你流，想不想见我？奶奶，我刚忘了说我带樱桃，哎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樱桃吗？我去洗给你吃。那你休息一下。让我动容，你的美丽为我绽
嘛、啊？你施舍我是不是啊？你当医生了不起呀、啊？不过就比别人聪明一点点，会赚钱一点点，就很了不起是不是？如果我不把你当一回事，你就什么都不是啦。你是吃炸药了？我现在头真的很痛，我真的完全不想看到你。我不管你是要去跟金城武、刘德华，还是 Bruce 一起跨年，都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快走开啦！看到你就烦。EMS 吃点巧克力会好些。说什么英文你 ？PMS 金钱症候群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小姐精神状况不太稳定，有任何异状直接打110，不要怀疑。这种人呢、啊，我想干嘛？不要跟食物过不去。哎，你干嘛一个人上来这里呀、啊？那不然呢？还是要我叫你老师上来，让大家都知道你还赖在这里。我是不知道你跟吴老师可以感情好到一起过夜。哦，该不会是在生气 Blues 没有约你一起跨年吧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个人过不代表你可以践踏我的人生，人生不到最后不知道谁输谁赢。你果然是在吃醋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好人，听我一句劝，人呢、啊、要看清楚自己的斤两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以免到时候真心换绝情，可就欲哭无泪了。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只能豁出去，他是浑身是胆，到处是胆，无处不是胆。我高明明对烟火发誓，我要。你有没有尝试啊？你有看过有人对烟火发誓吗？连发誓都不会，还妄想自己会成功？要不要去睡一下？做梦比较快。要你管呐、啊！你不要在这边跟我分享风景啦！讨厌死！罗密欧。你会帮我吗？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在。